11月11号。2021年的啦。2021年。没关系啊。我刚好有个一。2021年1月11号星期一的淘宝开箱，3、2、1。大家好，我是妹。电锅的内锅，有点绕口啊。我们家有这个，这有点冰雷，跟我们家的不一样哦。这比较冰，姐姐你不盖棉被了，这个比较不冰。这是经过我们家里煮非常多的那些小水滴，不用管，因为刚洗完，然后都已经收回了，所以我们就买一个新的。可是它很冰，就是。好，是台湾卖一个好像1000多块。寿司，就是寿司，还有哦，寿司。台湾价钱我忘记了。寿司，淘宝买一个，寿司，518块。寿司，辣寿司，漂亮寿司。这电锅内锅台湾买一个好像1-2千块吧，而且也是他也是去淘宝买的，然后淘宝买的话是518块。哇，它这是防窥片，22寸防偷窥的片，防窥片，爸爸公司用。好了，还有。你好像滑水的，老板送错了，算了，送错了。你看刚才那个防窥片是868块，然后这是滑鼠垫112，电手腕的滑鼠垫，知道吗？滑鼠，要拿滑鼠怎么样？我想要拿滑鼠，手腕，电手腕。这个也要拿上，那我也要。然后呢，累的时候。滑鼠垫112块两个，我本来是用电子，结果他就送这种，好吧，那就算了，应该就抽抽乐的吧。软软的是这个，对，包装过度了。粉面贴纸哦，这个两包好像60块，蛮很贵的。不知道是这是60块的一包。这是鬼灭贴纸。抽抽乐用的啊，抽抽乐，对啊，我烂奖品会出啊、哦可能都会啊，因为鬼灭之刃这个好小张哦，喜欢这个，它是
我喜欢那个洛大哥哎，我喜欢练珠的，那个头被大哥大哥在那边，大哥的头发被鬼面之刃遮住了，好放旁边。要让这个是观众是。这个好像是多少钱？我忘记了，反正50几块吧。动漫洋响系列套池，这是两角器吧？然后呢，这是三角板，这是池。这是要当什么奖品？哎，你之前的。羊角器是哪一个的？要等我。草木生物吗？这样我画省略记号就好用多了。所以是要当什么礼物？观赏点，你给我上面。妹妹喜欢这个吗？什么？这个。喜欢。哇哦！所以他这是送的，一样当抽抽的小奖。你看你的不死穿，这是之前买过的。手撕展开，微微的笑，可是没有笑。对，这里73块。贴上去的时候，请用吹风机吹热，因为它这个可能是有点便宜的。然后吹完之后贴上去，立刻用刮刀或尺把它刮一刮。那这就是刮刀赠品，上面写这样可爱。妹妹的这是贴玻璃保温杯玻璃用的，就是贴在你们那个水瓶上面的。好，那这个我这个是专门贴塑胶制品的，然后我这个是贴玻璃或水壶的，我要贴在我的平板上。这无印狼好可爱哦！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无印狼。哎，你有无印狼？哎，小曼姐超可爱。哎，我看到无印狼了，你看。相片的订阅，我们传到6点多，时尚漂亮，下次见，拜拜。